美综合报道，香港女星林千瑜长相甜美，拥有地罩杯的好身材，被封为港版瑶瑶。过去她因孕妇伤在公厕也站爆红，之后与男友翟志荣交往三年，两人已在本月初结婚，并传出怀孕好消息。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，林千瑜与男友本计划在年底步入礼堂，三月底时却意外发现怀孕，因此两人决定提早登记结婚。双方家人都对新生命相当期待，林千瑜也在爱记表示目前已怀孕四个月，因感到疲累而取消了旅行结婚，只盼望能继续工作及好好养胎。林千瑜四年前被目击于富二代进入残障厕所，甚至被录下疑似娇喘的阴道，走出阴霾后与圈外男友翟志荣交往。但先前曾被爆料他在别人婚礼上与男友大吵，更一度飙骂 F 某某 Q， 不过事后林千瑜否认此事，现在两人终日修成正果，得到粉丝一致的祝福。林千瑜目前怀孕四个月，反射自林千瑜爱记林千瑜宣布带球结婚消息，反射自林千瑜爱记林千瑜过去负面消息缠身，反射自林千瑜爱记